现在秋天了，草也黄了，这个羊也不多了，是吧，哥哥？嘿嘿，肉是我吃，骨头是他啃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们拿点菜，吃点羊肉行不？哎，我都准备好了。哎呀，我现在我今天没宰羊，我咱们吃点菜就行了，正好你们拿过来了。你看，啊。吃完馋肉差不多了，啊，再吃。哎，吃锅子米饭，搁点奶吃啥？奶豆腐。嗯。搁着吃。黄油焖的。以后炒两个青菜。哎，你说，生吃煮肉还是做菜？猪肉是猪肉，真有肉啊！我咋没见到呀？你一煮肉，他说没的。我今天吃的水上先吃肚包肉，我就肚包肉就行。对，肯定一桌子肉。哎呀，